不会只给我那条路呢？所以说，我就想在异想天开说，如果我能够把所有的 position 通通记起来，所有人的 position 都记起来，然后传送给那些 GPS 的 routing service provider， 那他们应该可以得到及时的资讯，然后指示我应该走更好的路，就比如说乡间小路或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说，我就发想，好，那我要用一个 third party 的服务，这样独立于所有的 routing service 的 provider， 这样以公正。那来提供更好的 routing 服务，对，那是在21世纪的时候，刚开始21世纪的时候，对，那后来到了世界末日前的那一年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忽然间变成了一个 freelancer， 对，那原本说打算要到新加坡工作的，那结果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长胡子的怪人叫做胡顺明，对，那他有个东西叫 past， 然后跟我聊了之后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他怎么？Spatial Pub 之类的东西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空间有关系，跟 LBS 也有关系，对。然后他有说，哦，有个叫 Even Cloud 的东西，他想要弄是一个OSDC 相关的底层，然后人家可以上去，他包一大堆服务给使用者快速开发，然后想把这东西做 LBS 相关的 engine， 对。好，所以对，然后还有很多技术细节有跳过，对。那所以说，后来我们的 merge 的时间大概是在101年。101的，事实上是在更后面，我很喜欢这数字，所以我强制他要写这个时候。那事实上的时间其实是在大概一月快要2月的时候，然后之后又到过年，然后之后又放很多假，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的工作现在就花了几个礼拜时间把它弄出来。弄出来之后，想说好，那sorry 跳过这个东西是要提供一个 LBS 相关的 API 做一个空间的 engine， 然后给一般 developers。然后用 RESTful 的 API 去 call， 那原本时间在4月1号，但是后来还好没有，因为我们发现，这可以 call 了，可是喷来的没有人能注册，我们都没有任何 Web Interface 让人注册的，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。那最后另一个时间是两个礼拜前说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在今天 open close beta， close alpha， 请大家帮我们测试这样子。不过有点 live demo， 可是因为到刚才好像还有一点那个界面上的 bug， 所以说就这样子。那请大家欢迎测试我们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不会存你的，用 clear text 存你的密码。对，那我们的话就是你的输入密码是我们先 SHA512， 帮你 hash 过之后到我们 server 再 SHA1， 这样你在传输的时候，或者是就算我们的 DB 被挡出来，他们也不会知道你的密码到底什么东西。那我们需要你们帮我们测试给我们 feedback。或者任何的 IP，API 不好用，或者是容易烂掉，通常请用力努力的用信件轰炸。对，那就是GaiaSup.com， 请大家可以去线上传播，因为现在还是很烂的机器，所以可能设备会被汇总打破还不一定。对，好，那还有时间吗？谢谢你啊，好，那就那个 Web Demo。